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oni， 是你家的凯旋门分享的。今天同大家去让日居参观一个特色的单位，我们一路行一路讲，跟我一起来啊。让日居由2000年落成，提供1288个住宅单位，以两至三房为主。今天同大家介绍的单位就是复式高层连平台，属好罕有的房盘来的。入屋先经过好阔落的玄关位，我们一起出去看看个景观。这个单位有一个约81平方尺的平台，可以放户外餐桌和凳，得闲叹下咖啡都挺惬意的。而景观方面就以九龙站最靓的平台花园为主，亦可以望到西九文化区、南北辣海峡和远望山景市景。四房双套，实用面积1983平方尺，长形大厅间隔分明，仲附设咗大窗，室内非常光猛。巨型客饭厅约490平方尺，就算放置咗大型嘅家具后，仍然富有空间感。而整体嘅保养呢，都十分良好噶。厨房改为半开放式设计，煮嘢食嘅时候仲可以同客饭厅嘅客人交流，亦都可以同客人喺吧台上面饮翻杯。空间充裕，仲可以多人备餐，享受煮食嘅乐趣。厨房选用咗玻璃透门设计，品味时尚，亦增加咗空间感。厨房尽头咧就系工人房，比较阔落噶，可以容纳两个工人姐姐都得。楼梯下低咧有个隐藏式嘅收纳空间，用嚟放置杂物都几好噶。同层嘅门口右手边有个客厕，有基本洁具。而旁边嘅客房咧，平时可以爱嚟做麻雀房啊、娱乐室等等。如果有客人来探访，亦都可以放张床下来招呼朋友的。等我们一起上去房间区看看，中空位置可以放靓靓吊灯，跟下层的客厕一样，选用了灰色瓷砖，方便打理。门后面还有个位置摆放干衣机。主人套房约270平方尺，可以考虑放张大啲嘅双人床，仍然会好阔落噶。主人浴室以白色做主调，简洁亮白，附设浴缸同埋淋浴间。主人套房亦设有衣帽间，可以收纳大量嘅衣物。你间房呢约210平方尺，做了两组大的入场柜和地台床，都还有很多空间。一拉过大窗引入阳光，亦放置了书台。另外一间的套房约108平方尺，放置了双人床和衣柜，仍然可以三边落床。套次都是以白色为主调，简约清新，所有的房间的景观与大厅一致。落去楼下就有个100万平方尺的大型商场，远方绝对满足到你的生活所需。无论消闲娱乐、餐饮食肆、名店购物、大型超市，一应俱全啊！今日我哋就睇住咁多先，下次一起再睇过啦。如果对我啱啱介绍的物业有兴趣咧，记得揾我帮手啊！咁好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